神父的爱感动。我有时候在想，神父那么爱小孩，可是他没有自己的小孩。两位，今天妈妈这么开心啊！可以了，如果他不会的，可以帮他。他爱台湾所有的人，他爱台湾所有的小孩。7月9号周三晚间10点，公共电视独立特派员《漫飞天使爷爷》。